被誉为本土剧女神的36岁女星曾冠廷，拥有水蛇腰与丰满上围，不时在脸书分享性感照，吸引大批粉丝追随。次日她贴出一张洗头照，胸前大 U 型让北半球若隐若现，身上满是 CD 的泳衣也意外引起讨论。曾冠廷日前带母亲到泰国度假，晒出不少自拍美照，还介绍当地美食美景。其中有几张他坐在类似 villa 的泳池旁自拍，露出修长美腿；另一张则是换上全身是 CD 图案的泳衣，美美的坐在池畔，一贴出就吸引9000多个赞与600多则留言讨论。相隔几天后，他又贴出在自家浴室的洗头照，网友意外发现他身上所穿的正是日前那套 CD 泳衣。只见他双手高举搓揉头发，泳衣前方的 U 字形空间让他的事业线更凸显，北半球呼之欲出，许多网友看到后笑称这样洗头太犯规了。曾冠廷曾被挖出旧照，与现在模样有落差，被怀疑有去整形。但他与妈妈一起上谈话节目时，母亲表示他出生时被脐带缠绕着，全身出现紫色，有一种说法是带着项链出生的小孩命都很好，曾冠廷就是带着项链出生，所以生下来就很美。